咱台湾人的电视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英顺跟老爸讲，因为着老母无死去偷地乌灵旗，严经为着要消偷秋华万旗，诛首认罪。秋华唔敢相信讲，伊相信你们翁婿竟然是叔叔者，气节都甲严经拍甲变重伤。这时阵，严经又因为去王密告，讲台死李江山来入监。搞咩啊？好笑，就只来讲犯罪啦！你去啥事？杜姐，你搁想咩来真正台死秋华向就讲出来？无，我是要安怎？你无看到严庆，都无想要活，一心求死要去见迄个贼子。阿兄，我想通啊，我要去自首，安尼严庆就袂死。台死秋华也是我，毋是你。敢讲，你连我这亲阿兄，嘛要警察心？我家己去自首，袂来拄着你。你给我等来！秀兰，你是袂记秋华是安怎死的心？我哪有可能会袂记你？迄当阵，我为做一张被，去一间破厝啊。初秋怀死，是伊吊刀自杀结案。卡叔即马，你若是要翻口经讲人是你杀的，凭你一个查某人，敢有迄个手尾啦？头将人吹死，搁加都是吊刀自杀死。好啦，就算你心里凶手是你，啊，我敢做会起事？你根本是爱我去送死嘛？秀兰，我为着你，连人拢敢杀啊！啊你。敢有把我这个亲阿爷藏在你的心肝内？我知道你是上疼惜我的阿爷，我嘛知道你对我真好，我无可能无顾你的死活。啊，不过这摆我嘛就紧紧看严庆去死，我做袂到啊！阿爷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当然，秀兰，我跟你做去找船长，该安怎做？我有存在，你就莫去问我想要自首，但你有听我的，知无？陈长，关系到严庆杀人的代志，虽然讲严庆已经自首，是伊杀死李江山，啊，不过到即马嘛是找无李江山的尸体，安尼哪会当判定是伊杀的？天正。咱规庄仔头的人拢超知影讲严庆啊、郑某、涂家兄，啊，英顺迄个囡仔，就是秋华甲其他十波人生。这张批你看嘛，这张批写来甲我密告，讲李江山就是迄个客兄。这哪呢？原本我嘛是想讲李江山应该唔是因为严庆杀死。但是即马话都讲翻头，李江山是周华的客兄，安尼杨延庆就真有理由甲动机害死人啊！啊，不过船长，迄敢若是一张被告的批，哪会当准算啊？小兰，你家看，看这批上写。这是。
是严庆的字。严庆哪会做这么含的代志？卡所以呐，真是来往生，有家就绝后啊！啊，我若死了后，是要哪对得起有家的祖先呢？你妈伤心吗？无得卡，阁有办法当救杨庆出来啊？哪有啥物办法当救杨庆？明仔载杨庆就要被吊死啊！到即马拢想无办法当去甲伊救，这注定是爱我一个死徒去送死死。阿母，你莫想遐尼济啦。小可怜，我着穿几箱仔菜，甲杨庆送过去。你想待房间休困啦？无可能。大将军，你伫倒？大将军，你伫倒？这个囡仔是伫变什么棒？银顺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大将军，人讲阮阿爸杀死李江山，阮阿爸是一个好人，伊无去用杀死人。大将军，拜托你倒倒三工好无？你别烦恼。我先查看卖李江山的分配伫倒位。李江山享年66岁，安尼唔就代表这个人无死？英顺，只要会当找到李江山这个人，就会当证明你的阿爸无杀死人。你等我消息。多谢大将军。好，阿爸可能救啊。有这个大将军斗三工，无得卡。严庆都救啊！严庆要杀人呢，哈，搞到人呢。杨严庆杀人，今日我是行刑，真可惜。人生做冤头，搁有灾情，实在真可怜。哎，讲到这严庆有够害啦！啊，都已经要死啊！吼，我叫我逐工安尼送饭菜来，有这人吃，这人生做阴阳变，我也唔知影。啊，规间厝拢全乎我咧。在做什么推心事？开门啦，上饭菜来啊啦！李江山，我找到你啊，我给你献身。李江山，啊你不是死啊？哎，你别做啦！等下，免面子啦！好咧，家财你无死啦，你会当吼加减行做证人去甲救啦。啊嘛无，今仔日我死哦，严庆因为杀死你的罪名，已经把我吊死啦！你讲啥物啊？有严庆因为杀死我，变出事？啊，你都无死，你咪在遮咧创啥啦？是杨少爷叫我咪在遮七七四十九天以后，才当得过陈秀华的比赛啦。你出来这是要创啥？李江山，你不是想要躲过秋华的对手？我已经替你想到一个办法了。这间厝的外口，我拢已经打符啊。我会叫人逐天送饭来给你吃，你都要注意，秘伫这内底七七四十九天拢袂出去。你是讲我只要秘伫这七七四十九天以后，就当躲过这劫数？无唔对，啊唔过你都要说，千万唔通让迄个送饭来给你吃的人看到你的面。万一李碧蝶这个消息若传出去啊，死到秋华对上到这来，我嘛无当救你。你放心嘛，这关着我的生死哦，我一定会比较好势啦。真多谢你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卖管遐尔济啦，即摆来刑场哦，救严庆啊，要紧的，收完去就袂赴啊，紧的紧。安尼就袂辜负英顺对我的寄托。人讲食人一口，行人一道。我也将军陈离感念英顺的孝心，一直伫咧帮助伊，孝子救老爸，敢救会成呢？将军也袂来，更况严庆命中注定一定要死，我是要安怎？来，
行刑时辰已经到，准备动刑。把你害死，一命赔你一命。希望到云州地府，咱会当再续夫妻之恩。等下，由严家生死由我来决定。哎呦，是来我哥哥来了，大舅我哥来，跟来走。哎呦！秋华，你嘛是唔甘我死，所以才来救我的对不？想讲我是来救你，我是来折磨你的，我要让你足痛苦的，惨像我当初咁快，求心不良，求心不得。秋华，唔通啦，你安尼搞严庆啊，第四啦，你手紧放啦，你放伊煞啦，阿母阿母，甲你跪啦。秋华。我拜托你帮杨庭刷好不好？不管你对伊偌怨恨，拢针对我。伊即马身体遐尼虚，你安尼对待伊，伊就会袂堪的啦。我拜托你，秋华。小等下啊！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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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李江山，你刚才无死？杨庭，即马真相已经明白啦。你无害死人，你无罪啊啦。教我回来去，教我回来去。事情清楚进行，先不要大理亏。秋华，大将到这来啊，我得把所有代志拢公开。我无想恁大家哦，都继续误会杨少爷。其实当年无阿多生囝的人，不是你，是杨少爷。你嘛知影杨家。咱恁这代拢是一脉单传，老夫人误会你无多生囝，才会逼姚少爷去娶世。啊，不过伊真正敢爱你一个人，伊无想要娶世姨来伤害你，伊真正叫逼到走投无路，才来甲我借证。你骗人，严庆都可能无多死。是真实的，你敢记迄个时阵伊逐工啉的补药啊？其实迄是伊去找柯大夫开的帮助药。严庆，你现在怎都唔跟我讲？这款代志关系到查甫人的面子，伊哪有可能跟你讲？秋华，严庆，伊确实足爱你，伊今日救到高年级，还搁作煞，就魂飞魄散。伊讲伊才会再稳到找我，把我骗出门，这是为了要闪过你的对手。哦，所以严庆啊，嫁做你和沈碧玲对手。然后伊才利用沈美玲的身份去约你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！你若是搁骗我，我就让你死。我会当救出，啊！拄则所讲的若有半句白话，我会叫雷公卡死。死了后，强拍落十八层地下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你搞白痴，你搞白痴，我不相信！秋华。你真正误会严庆啊！伊是一个善良的好人。对啦，秋华，严庆哪有可能把你害死？伊听你拢袂赴啊，伊袂把你害啦。好啊，恁大家莫阁讲啊！真正是我对不起秋华的。秋华，你莫听因讲，是我家己罪有应得，你竟出手跟我拍死，紧的！李江山，你即摆就跟我离开，有偌远就走偌远，莫阁给我堵着，啊，若无一定要你死。好，我马上离开，我马上离开。原来我一直错怪严庆，我真正足无路用的，害严庆这尔痛苦。袂呢，我无面头见伊啊。秋华，你别走！你敢愿意原谅我？对不起，秋华的人是我。杨庆，
憨人，你真正是这世间上最憨的人。孙啊，真正是阿母问着，今嘛阿母知影，是我误会你阿爸，以后阿母袂阁安尼做啊，你当放心啊。阿母，你要袂去误会阿爸，我就放心啊。阿母，我就输你。可怜的囡仔。大雄啊，你甲严庆拍着伤。现在他只剩半条命而已，明天还有那个病人来。是的，秋花，你帮杨庆说好不好？我哪不来看我阿爸？你别在那里挂彩旗有心啦，你是来看我杨庆到底有死啊无？秋花，秋花，敢是你回来啊？我要来走啊，我无面通见你啊。秋花，你别走。秋花，阿母，你最后是要过来了，哎呦，别惊死！阿母，我嘛，我来底下公庙走一转，甲底下公求一平安符，看是毋是会当让秋花卖过来啊？你紧去吼，啊，一罐药啊，悄悄的，我过来转药啊。有了嘛，真害！严庆的药啊，吃完了，也无讲一声。啊，跟我讲要去地下公庙，要去求保身符。当时要转啊，嘛唔知影。啊，过去，我家己来拿药啊啦。哎呦！啊，这一张到底是多一张啊？过去总体来。叫天神给我看卖嘞！头家，你好嘞！啊，我照药单你给我看卖嘞，看倒一张吼是要食补身体。好好好，这张哦，查甫人吃落哦会袂生哦。啊，你讲查甫人吃袂生？人讲红菇会生虫，这张害人袂生药单，敢会让幼老夫人发现秀兰的真面目呢？这张哦，查甫人吃落哦，会袂生哦。啊，你讲查甫人吃袂生？这边哪有可能？我一定要来问天神啊，问个清楚。夫人啊，真正啊，无甲你骗啊。阿兄，即摆秋华一直甲严庆低调调，我足惊咱做诶代志白空诶。天祥甲秀兰是兄妹啊，我来拢唔知影。连一个肉体都无会分辨，你是咧惊啥？敢讲你是惊抢走你红财神？哼！啊，若是我胎死陈秋华的代志，就连李江山都唔知影。只要你唔讲，我嘛卖讲，啊，佫有啥人知？什么？秋华是天祥胎死的？这到底是安怎？敢讲严庆未死，就是这两个妖兽兄妹仔设计，因来台死秋华，才让秀兰嫁入来。阿姨，不要帮手，代志唔好啊啦。秀兰，你走到遐尼轻狂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姨，即卖外口的人拢传到足歹听，是关系到咱家的婴仔话。即卖外口大家嘛拢在传，讲你的媳妇讨客兄啦，唔再给你生迄个孙。原来这拢是因设计，我来赶紧来找村长讲这样代志，让伊替我讨回公道。下，阿母，你来了这？啊，
我是想要来问天星啊，啊，这药单吼，唔知倒一贴吼，会当贴给严庆阿姐来保身体较好啦。阿舅妈，唔免问啊啦，我直接来提药啊就好啊。有啦，夫人，你唔是要问保药的代志？啊，舅妈唔免问啊啦，我直接来药铺提药啊就好啊。你是不是听到我讲的话啊？绝对无可能放你走。无啦，我啥物都无听着。无啦，我不听。实在处理掉了，哎，别啊，马上参加。阿哥，你三百就会啊，阿健，我敢让我们快点就走。啊！不是惊过啊，哪个在遮哩坐啊？敢讲我是无心哪肯哩行？真正是死目唔冤家，有哪户人等下要报仇？秀兰敢系唯一的过错，付出什么代价？受害人阿母叫天生的秀兰失去这么久啊，敢讲是要真相大白啊？明仔日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无面貌。